好久不见，大家好吗？欢迎来到胡子盖的频道。那刚才的这段视频呢，是我在最近的上海索尼 Expo 上拍摄的。我发现索粉真的都是好舍得花钱啊！现场呢，我看到很多索粉都是长枪短炮，所以当我把我的这台可怜的6400从口袋里边掏出来的时候呢，我真的还是有点心虚的。不过我觉得至少刚才的这段视频证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残幅没有死，他们依然坚强地活着。由于残幅机特殊的这个 CMOS 尺寸呢，所以我们很难在残幅上找到一支角度又广然后光圈又大的镜头。我特意去查了一下资料啊，索尼原厂发布的一支1018F4 呢，发布时间是在2012年，竟然已经过去了10年了差不多。好在腾龙呢算是依然对残幅市场有信仰，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前段时间推出了一支1770的镜头，那么最近呢腾龙又趁热打铁推出了这一支关注度非常高的超广角镜头1120F2.8。 那光看这个镜头的参数呢，再配合上这样一个体积，还是非常诱人的，对不对？其实呢在用这支镜头拍摄片头的模特小姐姐之前呢，我就拿着它走了一趟川西。那毕竟风光摄影呢才是一枚广角镜头真正的归宿。那当然了，我并不是说不能用这支镜头来拍摄小姐姐，但是毕竟嘛，风光跟超广角才是完美的结合。今天呢要继续我们的川西之行，然后要去到莫石公园还有塔公草原这些地方。由于今天呢徒步的行程比较多，所以为了尽量的减轻装备的分量，我是并没有带半画幅的6400，只带了这样一台全画幅的 A7S3。然后呢我也是很偷懒的接了一个半画幅的腾龙的1120这样的镜头在上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外面有一圈很奇怪的暗角，对不对？现在我们把镜头稍微推到15端，这样就好多了，对吧？然后我们就一路走一路再给大家分享一些好玩的好看的。也可以，我们俩准备站在后面那个小角落，然后无人机升起来，拍一张很帅的合影。起飞！莫石公园呢，是一定要来打卡的一个地方。你看后面这种独特的地质地貌结构，像是大地上被撕裂了无数条的口子，而且这个颜色呢非常漂亮，是这种非常低饱和的水泥灰的颜色。你想象一下，如果这里是秋季或者是冬季的话，会是怎么样一番绝美的景象呢？ OK， 我其实是不太推荐把残幅镜头用在全画幅机身上的，特别是当你在机器里边开了防抖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暗角的漂移。那这段视频呢只是单纯的为了证明这种做法呢并非不可能，就是残幅镜头接在全幅的机身上。那使用体验上呢，这支镜头在最广角的11端有比较明显的筒形的畸变，不过考虑到目前的这些数码相机都能够在机身进行自动的矫正，所以我觉得呢也不算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那这支镜头的成像素质呢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要重点表扬一下啊。色彩还原呢也非常非常的准确，不论是在拍摄图片还是在拍摄视频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获得清晰锐利而且色彩饱和的影像。全焦段呢都是可用的，唯一呢我不太推荐的一个光圈呢是 F16。 那么在 F16 的时候呢，这支镜头的拍摄的画质呢边缘啊有肉眼可见的这种下降。那腾龙镜头的
优秀传统啊，各种优点依然被这镜头完整的保留了下来。一个是最近对焦距离非常近，这支镜头应该是15厘米。另外呢，和其他几支腾龙镜头一样，都是采取了这种67毫米的镜头的这个孔径啊，方便我们共用滤镜啊。像我这次川西之行啊，大家都知道户外的这种阳光非常强烈。我们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必须要装 ND 滤镜，那这样呢，由于孔径是一样的，都是67毫米，我就不用给每一个腾龙的镜头都配上一枚这个 ND 滤镜了，大大的节约了成本。当然也是透露出了腾龙的另一个野心，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买就是一整套他们的镜头体系，对不对？那这样看来呢，我觉得腾龙大概率会搞出一套残幅的这个新大三元镜头组的标准出来啊。对于我这样一个手握6400的相机用户来说呢，我觉得还是很期待的，毕竟这种镜头轻巧便携。那说回到这支1120的这枚镜头啊，尽管它的售价接近5000块，对于一支残幅镜头来说绝对算不上是便宜，但是我们纵观过去的10年，真的很少有一支镜头能够做到这样的参数和这样的体积。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手握一台索尼的残幅相机，那同时呢又是一个标准的广角狂人、风光党，或者是喜欢拍摄星空，是一个星空爱好者，那我想这支镜头可能是你当下甚至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二的唯一的选择，好吧？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胡子盖，欢迎关注我的频道，更多的内容我们下次再见，各位，拜拜。